旁边的你俩拍。可以拍，我可以演示了哈。好的。拍好了啊。好的。先放。Okay, we put down the filter into the. 你近一点，你让人近一点。没刷牙的。Testing. First, we setting the temperature. And now the temperature is up.降到，你看我们设定的是20，降到20之后还会再升。它压到什么时候它不会再升了？它一直在升。太高了哈，你出到这个位置就 OK 了，出高了容易脱缸，容易把那个里边的那个胶圈给磨坏，出饼一定只能出到这个位置。可以把饼拿出来，可以把饼拿出来就 OK 了。大概是多那个，刚刚好这个饼出出这大概有几厘米，没有几厘米，刚好这个饼平齐，就是这个跟这个平齐。你们直接用这个油不能接，不能直接接那个油上了。再
看一下图片，那个可以。那拿出来看看。那个卤好的有一股奶香味儿，好吃。带回去吧，回去再拍吧。没事，咱带回去吧。那就带回去直接倒吧。对，直接倒了。别接着。还有第一。你们怎么倒哎？你们可以第二次倒的时候很清爽。一个上一个。看它黑。我刚才弄了一下，弄到手里边，真的是很那啥的。你从哪边拍？可这可以吗？把这个还扔一边吧，怕丢了。还扔进去吧。没有绿油，这没有绿油。就是在里边没顶出来是吧？现在咱福建用那个口罩滤滤。好机智啊！口罩滤滤油。乖乖呀，你怎么倒了呀？好专业。一般就是不拍这个。